下班了，下班了。哎呀，小娇娇，哎呀，今天晚上辛苦啦。哎呀，又来，你懂的吗？马上削个芒果给我们小娇娇吃先，马上安排。哎，好，在这里。啊，不用，我室友安排。洗一洗，白头偕老，洗凉席，早生贵子。喂。哇。叮，好大个芒果啊，来了吧。来吧。来你一个。我们不能这样，我们要那种，那个话怎么说来着？对，不能那么刺激。对，哎，这什么表情？不要这样嘛！我拿个木瓜过来，我给你分吧。哎，这个我们封顶，这个也了，这个也是黄色的。娇，明天买四五个芒果还给我，全部都是长子吃的。我还没有吃到。你说你没吃到，你就吃几个喽？对哦，那个芒果是你买的哦。那不咯，你的弟妹妹买了好多次了，这芒果是最大的。哎，我买了三次芒果了吧，小的一个也没吃到。你要记住，啊，这个是弟妹妹给你创造的这个条件，哪有那么大个芒果对吧？嗯，是不是？重点是他说什么，你们知道吗？他说强子爱你爱吃芒果，我明天买个三五个偷偷藏在那个车上，你自己吃。回家睡觉。不要走，还早。你有没有说这句话？你看，还，我还以为留了个大的，大的谁吃啊？来，跟我的是吗？对。哎，那好。哎呀，我的芒果比你们的大不？来吧，有的吃那个。我的芒果不给我吃一口，你就吃啊？你不是我？有的吃又回来了。那不有的吃的吗？去拿。嗯。哎呀。姐姐给你一块大的。谢谢。嗯。姐姐买的芒果甜吗？哎呦，甜吗？当然甜了。嗯，必须的啊。不是你们这些人太不行了。我怎么觉得瞬间感觉有点酸了？来，吃了。你看，把老板都忘记了，对吧？不下。香蕉吃了，香蕉吃饱了。吃不下。不要了。很好吃的，强子香的很甜。不要了。嗯，我都不要了。有狗粮的味道吗？有狗粮的味道。不要了嘛，你这搞这么客气。我买的，我们多吃一点。你问一下你们是不是特别甜？甜也是我买的芒果甜。哼，这点的宝，你们是强子削的甜的。哎，明天开始我不买芒果，买了我藏楼上我就明锅吃。芒果核甜不甜？结果我们吃到这个里面，我就吃够了，抱着这个核给你吃。强子太给力了，哇，我能不能咬一口？闻一下，好吃吗？哎，不要！不能吐，刚吃的。我跟你讲，昨天小黑吐，今天老肥吐。哎呦喂呀！一瞬间我都觉得芒果酸。不是。这个核好不好吃？这个核是不是卡牙？小心！不是他刚刚唱的那个话，可笑。长酸了，老板，拿去吃。你不吃了是吗？不吃了。哦，吃不下了。行，那还有这个，这个，这个，不，这个有那个这个。
今天晚上我都不饿了都。哎呦，平时老肥天天还是多少会有一点宵夜的，今天不吃宵夜。亲爱的家人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来自交响版的芒果，又大又黄又甜，感觉就是吃了有点酸。不是，我怎么听来听去，他是说又黄又甜不？我听成那个肉黄肉甜。不懂话就这样的呢。不懂话是普通话还是不懂话？海神说了也没错，又是黄啊，又黄又甜，又芒果又不黄的吗？你要嘴巴拆呀、啊。本来是甜的，这一瞬间我都感觉有点太酸了。酸吗？这么甜？酸酸的，心里头酸溜溜的。我都觉得好甜的嘞。得了吧，你们拿我的芒果去玩啊！明天阿娇我不管，你要买给我。嗯。听到没有？什么？好了，已经拍完了，该结束了，行了。你说什么？不要吃那么多了。来，感谢你们收到张朋友们啊！视频到此结束，咱们。下期见，拜拜。下期更甜一点啊，拜拜。